哦哟，电竞酒店哦。没有。哦，我们今天在这里加班儿，用电竞电脑加班儿。啊，我们公司所有人都来了，杨总，啊，还有舞蹈总监。我们今天晚上要在这儿加班，加什么班呢？要做一个舞蹈方案。啊，我们到梧桐去演出呢。啊，以后有演出活动啊，天山南北，全国各地。啊，私信我啊，私信我，把纯正的新疆舞蹈带给你们家乡。就这样子。这是阿苏云米电竞酒店。啊，小姐姐正在给我们开房。这个我们也没有，你们肯定没了。哎，三人间是多少钱来着？二百。三人间是498。四百九十八。对。两人间是二百。298。298。对。活动吧，这是对不对？应该是吧，抽奖活动。这是充会员赠送。啊？充会员赠送。这个我们之前加班呢，也在这个网吧加过班啊，在以前酒店是有电脑的，也在酒店也加过班，也在咖啡厅里拿着那个平板加过班，啊，然后也拿着手机蹲在路边加过班。那今天呢是到这个电竞酒店啊，又加班。然后这里面的这个装修呢也是这样啊，稍微还是比较有点科技感啊，小小的科技感还是有的啊。然后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们是这个是吧？等一下。8820。8820。啊，就是没有亮灯的，就是还没人住；亮灯的，就是有人住。下面。哦，我感觉这样子网吧酒店啊，真的比较。不是8820。嗯，这也是第一次。加班开始。好的，杨总。报告。然后就现在就把网吧酒店合在一起找掉了，啊！唯一遗憾就是我不能打一把拳皇。你可以来实战，在这里。对，选一个。你不行，你。啊。你不行，你也不行，个子有点高，你也不行，太壮了。啊。只有你可以。嗯，来吧。你胸肌大。我可以。唯独可惜的啊，就是他这个房间里面这台这杆子机啊，他没有杆子，没有杆子。哎，巴楞子，加班呢？你干啥呢？打游戏吗？那搞了半天，我们刚才那些都白费了。不是，没有白费啊。这个东西，就是说你要用这个东西，包括上面的也要用吗？不用。上面不用是吧？就搞这个是不是？就把我们的，也就是说我们的舞团的，就是一部分。这个他估计他做的电音节方案里面的就是一小部分。一小部分是吧？嗯。现在4:30了啊，加班结束了。OK， 现在要回去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